Bixby 是什么？ Bixby 指的是人工智能助手，在三星 Galaxy S8 和 S8 加中应用的一项智能语音控制功能，是三星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UI 设计三者相结合的研究成果。除了三星自家产品，未来的 Bixby 可能还会在其他公司的设备中亮相， iPhone 也是备选项之一。Bixby 将开放给第三方开发者，这意味着开发者可以为其集成新的功能特性，该助手可以与其他的设备有效互动。 Bixby 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三星选择它只是因为千禧一代喜欢这个朗朗上口的单词。当 Galaxy S8 发售时，少数预装应用将支持 Bixby。